但是从我有记忆以来，他们就是在不断的吵闹当中。听讲哦，咱老腿的真正无到半底肉啦，目头甲干阿拢惊阮老公定冤家。为两个做好冤家啦，吃小妹啦，啊，家庭哦拢散散啦，拢唔爱住这里。那久而久之，我们也都累了，我们发现我们也无能为力，然后呢，就大家各自跑各自的。在一个生意的聚会上面，然后呢，有位大法弟子，他跟我的一个朋友分享大法，我在旁边呢，我听到了，就主动跑过去跟他说：“我可以吗？”然后当天晚上呢，我就参加了九天班，很神奇的，车祸的背痛腰痛的后遗症，竟然在第一个晚上就完全的好转，非常非常神奇的。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的家人，就是我的先生。然后他也马上接受了。我们想把这个机缘呢介绍给我的岳父岳母。从阮祖囝交阮囝婿讲，阮全人来遐练功，来东林公园，全人来遐练功。伊若讲真济遍了，我当想讲好啦，你讲到遐一遍啊，我来试看卖。在练功的时阵，电刷人伫遐咧写话，我迄阵当阿入去无找人搭。我落去行路，伫行路的时阵，他安尼脚安尼背背，煞强强要走起来。我想，我本来都袂走一，我有心脏病，有高血压，啊做心导管，伊若走吼，都平平喘，都袂走一，我才会走一个。啊，不过无要走，佫脚佫强要背起來，我怎啊走？走四五十公尺，伊也袂讲大气喘，本来拢。走不着十公尺，就袂走一下。迄日走四五十公尺也袂喘，啊，搁再平均讲，走几百公尺也袂遐紧。第三天搁走两年，差不多五六百公尺，也袂感觉讲喘。所以伫遐我后就足自信讲，一练这法轮功，真正改变真济。像即马安尼，拢倒落就滚到天光去，哎呦，有影啦！心情也较袂烦恼，也较袂后白上东上西啦。哦，心情感觉工作舒服的啦。啊，所以阮新妇看到阮安尼，因家己嘛改变。阮新妇、阮老爹都礼拜天啦。那对我个人呢？我在还没得法之前，我有高血压，我脊椎骨受伤，腰痛。膝盖痛，五十肩，重度脂肪肝，痛风十年。结果上个礼拜我去复检的时候，我几乎完全瘫痪了。看到我公婆的改变，在我们家形成一个很和乐的气氛，我真的觉得会进到大法里面来学习了。对我们的家庭，真的是一个奇迹式的一个改变。以前小时候回家的时候。不会超过三天，我们父母亲都在吵架。但是我现在回家，我爸爸妈妈就会坐在书桌前面看大法，就好奇妙哎！这样子的吵闹，这样子的病痛，竟然在三个月里面哦，完全的翻转我们尤家的命运。在方方面面，我觉得我心性的提升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。我今年八十四了，过年就八十五，也变五，变到五年啦，唔捌感冒过一遍。伊阿婶嘛有甲会读啊啦，啊会读翻台语读，也会翻爱留啊甲公务安尼读啦。我发现说，大法是我们唯一的路哦。我觉得外人没有办法理解的，真的，我觉得我非常感谢师父。希望所有的人都来认识大法。我觉得那个感觉非常的好。那既然能够让一个家庭这么的这样的改变这么大，我是安尼真感谢啦，让咱安尼家庭会当和睦啦，人啊改变，家庭啊改变啦，啊都安尼真好就对啦。法轮大法好。